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多功能的洒水头，这个是花洒，这是锥形的喷水器，这是一个斜角的注水器。这个多功能的洒水头，它可以接在一般的保特瓶上，像这个以这个多喝水来讲，就这样直接转上去就好了。转紧之后，它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洒水，哦，就可以让这个一般的保利龙瓶、保特瓶就变成洒水器。我们可以近一点看，它就可以这样花洒，哦，然后同时，它如果它可以换成其他两个头，这个锥形的是可以加压的，这样子注水，你压它就有水，放开水就停，这样压你就可以注水，可以斜斜这样注水，可以这样注水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斜角的注水器，斜角的，一样这样转上去。斜角的，它这有气孔，它这上面有这个有个气孔，所以它只要倾斜，它就会滴出来，不需要压，它滴出来，它可以从花盆的下边、下面，我们可以从下面注水，这样倾斜就可以注水，像这个，看，那注水，从边边注水。如果说植物太大颗，就是放在花盆的底部，它注水，这样注水，这样就适合在办公室里面。小盆栽就可以从侧边这样注水，注水，然后只要转上去替代原本的瓶盖就可以了。这样三个一组，很方便的一个园艺小工具。